世上的事都是这样，有顺有逆，人生的情也是如此，有喜有悲，顺境不要得意狂妄傲慢，喜悦能够持续，逆境不要气馁绝望悲戚，事情还有转机。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必须走的世俗，一条是想走的幸福。属相属鼠的人在五行里属金，天然生成就跟金钱有缘，能闻得到钱的味道，加上属鼠的人天然生成机灵无比，在做生意上面总是能琢磨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办法。工作上面属鼠人的一股机灵竟更是深得上司重用。我们都知道生肖鼠是在十二生肖里面排行第一的生肖，属鼠人经历过人，喜欢不受限制的享受生活中所有乐趣，但当属鼠人不能分辨这些事物的善恶是非时，便会让人利用了弱点而堕落下去不能自拔。生肖鼠在九月里的作业运势很不错，这首要得益于狗的吉星入命，让属相鼠在九月里的作业运势稳步前进。在九月里，属相鼠不但作业翻开的愈加顺畅，并且还会得到一些意外收成，甚至是贵人的协助，让属相鼠在九月里做什么都是轻轻松松顺顺畅利。属鼠人在9月25日过后的吉星有天喜伴随在你们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吉利喜庆的吉星，代表你们会有很多喜事发生，在事业上面会有所表现，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够得到上司的青睐，提升你们的职位。在感情之中，如果还没有另一半的，也很有可能遇到自己命中注定之人。如果已经婚配受到天喜星的保佑，能够让你们获得下一代，所以对你们来说一颗很好的吉星。属鼠的朋友心地善良，为人随和，总是为别人着想，懂得体谅别人，这样的人人际关系当然好，遇到的贵人也比其他人多，尤其是在十月份，他们好运连连，身边的喜事接二连三的发生，一帆风顺。只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就有望实现理想，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家人也跟着享福，鸿福无穷。命中有时终会有，若不争取留也无，命中定性不定量，人为努力更为强，命虽已定，运却可改。若你感觉近期运气偏弱，小人缠身，厄运缠缠，破大财可以趁下半年转运时合在家中挂高僧开光本命佛手链，这能驱祸辟邪保平安，还有调节身心防病驱病，财运大开，化解小人的作用，带来好运，财运大开和幸福。按来自就能拥有专属为自己开财运化解小人转运增运的高僧开光本命佛手链。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